Thank you.
安排的现场生活。报告团队，我叫罗毅，毕业于刑警学院刑侦专业。慢慢来，快就回来。死者身份已经确认，是十天前失踪的警台高手团跑运动员周荣光。目前可以排除与之前多起身份信息缺失的流浪者失踪案的关联。除了血迹，我们还发现一种特殊鸟类的粪便。Thank you.
再看看，除了左撇子，还能看出点什么？这个简单。这个钱包款式老旧，材质普通，没什么保存的价值，早就应该扔了。如果你使用的很小心，保护的很好，这说明它对你有很重要的纪念。你是一个很念旧，习惯被感情左右，容易纠结的人。我可以肯定你目前单身，而且独居，或者属于被照顾的生活。把你这本事用在办案，别在这跟我炫技了。
犯罪的天赋。别自以为是，你养不良的吸血鬼，只敢你绑在一块儿都不是对手。你自己抓不到人，让我一个实习生来培训我，这也太合适了。打算一夜无眠，明早九点。
把报告放到我桌上。谢谢啊。我必须尽心尽力去自救，我不能泣不择言，不能。
来的相遇使我更加慌乱，更加寂寞。我要和谐，我要回家和谐。最安全的地方一定是医院，血液专科医院，飞机的医院。
觉最鲜美。拿呀，再嚼几口，你就可以咬破他的喉管，尽情的吮吸了。Thank you.
个案子还没完，还有一个人。不可能，这案子已经结了。马凯除了蛮力，没有搏击的基础，和救船队里边那个黑衣人完全不一样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在救船队的时候你打不过他，说他不是马凯。在老三院的时候你不是也打不过他吗？是不是每一次案子结了以后你都有一点失落感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啊？你这么拼命的想当好一个警察，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？是你的父亲。这就是你的心情，但你永远没有机会证明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？能看透所有人？李一曼还没有死，你就已经把他跟你父亲的牺牲联系在一起。我永远不会变得跟你一样，因为你身上背负了太多无谓的情感，可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。你还要我继续为你画像吗？那你画一画，我接下来想干什么。来啊。他妈的，想干嘛？
而验证的。简感的缺失反而令你具备了超越同龄人的心灵洞察。你自是世界上没有逃得过你双眼的罪恶。别人恐惧的对你而言却有一种魔性的吸引力。华人先华籍，你是谁拒绝你的选择？你像个无言的父亲，我却不能承受被你拥抱的感觉。真心喜欢你，却不肯向你吐露心声。你待我像亲姐姐一样，你爱我包容我，但是你的眼神中总带有谜一般的闪烁。你是谁？你在怕什么？你嫉恶如仇，是什么在说服朕？我始终无法真正的把你画出来。你出现了，你的心理诱导很成功，我很焦虑，不得不来见你。害怕了？有人会因为你的鲁莽而死的。你是为了给人治病的，还是为了杀人？我学过神的，为了人道主义救死扶伤。我救过很多人，也见过不少死去。你抓不住我。见我只是想用心理暗示来干扰我，这只能证明你快崩溃了。我劝你还是好好享受这个周末吧。
是，你叫吴警队吧。强光会令众多病人加剧皮肤的灼伤感，产生幻觉甚至
克的血液病很可能是魔灵症。是在本市的特殊血液病医疗档案中明确记载的魔灵症患者只有一位，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，叫林欢，但是3个月之前治疗已经中断。据医生回忆，是她的父亲林凯强行带她出院的。阶段
Thank you.
留下四个孔状伤口，正提醒派蒂。Thank you.
的小白鼠吗？天才些许，一定不一样。你是个可怜虫。